所以你一说你现在左肾是剩百分之七十，对，右边是正常的，右边是正常的，右边是百分百正常，因为我当时出问题是左边的。之前听你上医师好像就说有什么确诊癌症，医生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发现的有点早，他早一点点，他一说如果你再等一两个月，也许就是肾癌，因为我是左边的肾出问题嘛，所以我现在左边的肾还是没有右边的肾完整，因为我右边的肾是很完整的功能，我左边现在大概只有70%，所以我就又更容易水肿。哦，我又是这个体质，然后我就又更容易水肿。你还有在做那个透析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到那么严重。所以我这种体质就会变成，像有些人不是可以无限制的喝水，我这种又不行。比如说我有一次听到蔡依林分享说她一天都喝3000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你看她那么瘦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来一天喝3000？然后我的肾脏科医师说，那你喝喝看啊，你就会晕倒，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。对，所以你一说你现在左肾是剩百分之七十，对，右边是正常的，右边是正常的，右边是百分百正常，因为我当时出问题是左边。之前听你上医师好像就说有什么确诊癌症。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就是肾脏出问题嘛，我是急性肾盂肾炎，然后医生那个时候说我再不吃裂固醇消肿我就得洗肾，那洗肾太可怕了，所以他就说那我先给你强效裂固醇，但他说这个裂固醇就是这样，就是我想也许妈妈也吃到这样子的药，就是你就算不吃什么，它的副作用本来就是会胖嘛，会肿。然后后来我吃了那个药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晕眩，可是我从小就没有这种什么低血压呀，就是没有这种很女生的病，我没有这种，可是我就真的感觉我晕眩。然后有一次我在台视工作，然后我边录影的时候边晃，就是我自己边晃，我自己不觉得，是同事跟其他人说你刚刚晃什么，我说我没有晃啊。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吃那个药我会有点不自觉的抓不住，对，然后我后来就去旁边有个医院嘛，我就去做检查，急诊查不出来，他就说不然你做个健检吧，因为我们急诊看不出所以然。那我隔天做了健检，就发现我其实是癌症初期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是自体免疫太强，就是我自己攻击自己，再下去很严重的话，就会是那个红斑性狼疮啊，就是自体免疫崩溃嘛。那他的医生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发现的有点早，他早一点点，他意思说如果你再等一两个月，也许就是肾癌，就是因为我等于是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嘛。那免疫系统崩溃就是表示什么细菌攻击你，那它你身体就是什么细菌，所以我也算是有一点好运，就是我发现的比较早一点点，所以我就很早就开始治疗，然后我就休息了2年的时间。那你现在还有癌细胞？其实我们身上都有癌细胞，只是我现在控制得很好，就是说因为本来癌细胞跟自体免疫就是要到一个平衡的一个，反正就是如果自体免疫太强也不好，然后自体免疫太弱，就你很容易感冒啊、生病啊，什么都会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维持得非常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猫蒜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